好舒服哦。哎，吃饱饭。其实说真的，这边跟刚刚的餐厅超级近的。其实吃饱饭呢，转个弯走一分钟，转个弯就到了，就有好汤可以泡了。真的哈、哦。在这边其实，温泉旅馆很多，饭店很多，但是这一家算是在地有品牌。有保证的，而且很多人来这边关子岭呢，就是指明要来这边泡汤。对，他很厉害的是那个泥浆温泉。啊，先过去，小心。对不起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而且有一种特别让人心情平静的感觉，是有那种宁静中的一种那种质感的感觉。对。喂，八小玉啊，这里的距离刚刚好，跟我们吃饭的地方很近呢，吃得饱饱的，还可以顺便散步，美吧呢，当消化啦。而且大厅都是木质的摆设跟香气，一进来心灵就变得好沉静。话不多说，赶快看房间吧。来了，咦？它有一股那种优雅然后温暖的感觉。对。而且它这个色调让人家觉得就很舒服哦。我就喜欢木质色调。真的，我也喜欢木质色调，就有大地的感觉。就会觉得你心情会冷静。哇，好大哦！哇，我真的觉得主持这个节目真的很幸运，你知道，很幸福。好大哦！我们都吃最好的餐厅，然后住最厉害的饭店。这里的浴室很好哎，它的这个好舒服哦。听说是席梦思，对不对？席梦思名床，哇，就是那种你一夜好眠。很舒服，而且这应该是7尺乘7尺的，是吗？210×210的，哇，舒服，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，像云朵哎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是没有睡过云啊，你为什么像要跳远一样？哇，哦，好晕哦！你第一次看到有人躺床跟在玩那种美式摔跤一样。你看，它这边有一个像是贵妃椅的那种。哦，早上起来的时候。其实如果你把它并一并，这边可以再睡一个人，然后沙发那边也可以再睡一个人，这样子就变成六人房，对不对？其实不用并，其实它这个走道啊，应该可以睡15个人。都来关子岭了，当然要放松啊！这里的房间空间上都做得很宽敞，就是要给住客最舒服的享受。哎，八小玉，温泉会馆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介绍到呢。温泉会馆一定要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温泉，对，应该是很厉害的。哇，也好大！我的妈呀！哇，这已经是我们家客厅的大小了。这里唱歌一定会很好听。嗯。我们来一起唱首歌吧。你现在的状态可以唱歌？可以啊 ，Sure， 当然。真的吗？我们来唱一首。情歌好了，你最珍贵。好，那一二三，我会。OK， 一二三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。知道我爱你。别那一生泪，眼泪。我从来没有跟有肺痨的人合作过，没有特别的体验哦。他这个很大，真的。它有分双汤哎，双汤就是这边是可以放那个泥汤的跟冷泉，没错，然后这边是冷泉。对，哦，这个是乳白色的，还有电视哎，超棒的。哎，你看它这个颜色啊，感觉好像你泥浆温泉呢，感觉好像你会泡在，因为我们泡过啊，感觉好像你会泡在这个豚骨汤里面。天哪，八小玉，我们不是刚吃饱吗？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吃的啦？走一天也累的，来泡个泥浆温泉度啊喝啦！哇，欸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天气外面是冷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来泡这个冷水池啊，你不觉得冷？真的吗？因为我刚刚泡完那个。来人啊，给我几箱冰块。不用不用，砸钱不够冷。不行啊，刚刚泡完这泥浆之后，你过来之后，你全身是热的。嗯，而且你在那边静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全身是非常非常通体舒畅、舒服的。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泥浆温泉的厉害，然后我就很向往，但是没有机会泡到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泡关子岭的泥浆温泉。真的吗？对，我真的很惊艳，因为它举世闻名的这个地方。它泡的我全身都滑润的耶，我整个很像是那个很晶莹剔透的白玉一样。我不再是八玉，我叫白玉，或者我是碧玉。白玉。而且它这个饭店呢，这样的房型啊，一个房间有两个这样的池，有没有？总共有30间，所以还蛮多的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池的大小蛮大的？你看我身高185，我觉得很大，185公分，这样躺下去，哎，你看
还顶得到上面，还刚刚好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过誉了。哇，好冰，好爽哦，好大哦，好舒服哦，而且你会发现，这个池应该在台湾的那个温泉会馆里面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大。对，数一数二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说的话，可能有这种大小，可能但是可能一栋里面可能只有一间或两间。对。可是这边有30间。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很欢迎你比较多人一点来泡，大家可以一边泡汤泡久一点，然后一边看景，对，一边分享你们最近发生的事情。今年寒假就来 check in 了。对，今年一入秋冬马上来 check in。真的，真的好适合哦。哦，有够舒服的啦！我听人家说哈，泡温泉的时候冷热交替泡，身体会比较勇敢哦。没错，那彦君哥你慢慢泡吧，我先去睡了。哎，八小玉起床了，他们这边不止房间内有温泉，也可以去选择泡大众池啦，里面有很多 SPA 水疗，又是另外一种享受呢。哦，泡完汤整个通体舒畅。除了我们昨天住的房型之外，这里还有很多种房型，不管是大家族、小家庭来度假都很适合哦。彦君哥一早起床肚子特别容易饿，我们去吃早餐吧。哇，还有户外用餐的空间，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看风景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太舒服了。彦君哥放松完之后，我要带你来个怀旧之旅，跟我走吧。来去 Jackie，各位可以在 YouTube 频道看到我们了，赶快呢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面的订阅键给它按下去，你就可以对得起你的阿公阿嬷，还有你的老弟老咖了。没错，不只是这样哦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 check in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，得到我们专属的神秘小礼物的话，记得订阅后面的铃铛要给它按下去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啊！